大家好，我是看鱼频道的细烟 ，so 今天是也可以算是一个 bling 很期待一天吧。你们喜欢 blackpink 的话，然后如果你们的 bias 是 Lisa 的话，你们可能会很期待这一天，因为两个小时前就是他出了那个他的那个 Lalisa 的 MV， so 我们现在就来看他的 MV。然后我 expect breakdance， I expect breakdance。哇，很贵！那裙子很贵，那裙子真的很贵。哇！不然嘞，这个你给留下穿韩语，可是我是那个思念。我看到他头上那个帽子哦，只有Lalisa是他穿白色。到底那个是真发？到底他短发还是长发是真发？我的，他头上那个。哇，真的很甜。我还以为那个是 M 了，因为它有一个 poster。哇，我觉得我看那个帅哥有点晕。That's it, right? 哇，他那些衣服我觉得真的超贵耶，然后我觉得你要 customize， 你要叫，除非是你自己 craft 啊，如果你自己 craft 的话，那个可能 cost 比较便宜一点啊，可是如果是叫人家 customize 哦，一个帽子啊，可能没有那个莱丽莎那只，可能一个50块这样，马币50块， I don't know， 我没有买过帽子， in fact 我好像没有穿过，就是买的帽子，就是人家送我的，我也就戴一下咯。那个，可能那个帽子50块 ，and then 你叫人家 customize 做，那一直到被 charge 到100块去。然后真的很，我觉得整个 MV 很贵啊，我给我想。
我想要阿嘎，我阿嘎一嘎，我阿嘎一下就是到底他们已经是 invest 多少？我阿嘎的话啦，有我阿嘎的话啦 ，$1 million。$1 million 了，哇！哎，真的很贵耶，真的很贵耶！你要，然后他们 YG 都不用那些 ，YG 都不用那些 green screen 啊，然后他们那个 background 也很怎样哦，然后要做那些 background 是真的很不简单的，然后也是很贵耶，你要叫，可能你要叫人 print 出来那一种都很贵耶。我觉得至少有$1 million吧。And then 然后我没有想到 Lisa 会就是那个 pole dance， 是 pole dance 啊 ？pole dancing something like that， 那我忘记。就我没有，我还以为就是他就是啊跳舞那些 hip hop classic 这样的，然后我真不知道他会做 pole dance。So yeah， 你们 Bling 喜欢吗？然后我真的 expect 啊，因为毕竟 Lisa 是一个 how to say 啊，就是 yeah kind of a Blackpink's favorite 呀。很多人很喜欢 Lisa 的啦。So 今天就到此为止啦，谢谢收看，记得 like、subscribe 还有 share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There is soprano, there is alto, there is tenor, there's also a bass.